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徐文技术在哪儿？徐钱钱，这名字可也太不大了，不认识在哪儿填了？我杀的未婚妻，跟我来。 怎么了，季总，你的前女友兼未婚妻已送达，请签收。你就是季叔啊，确实是挺帅，我是你的未婚妻徐甜甜。我没有什么未婚妻，只有女朋友。以前你肯定没有，但是现在你有了。我爸跟你爸已经定好了，你是他女朋友啊？哦，不对，是前女友。你现在可以从公司离开了。你凭什么开除我？ 就在昨天，你的父亲刚送了我一份见面礼，盛安娱乐公司的股份。作为公司的股东，我想我有权利开除人吧。更何况，我可不想结婚之后再看见我老公身边安着一个定时炸弹。很好，技术，现实世界前女友对你痴心不忘，到了同人世界，她竟然还在。你给我等着！不是我，徐甜甜女士，当你一只手指着我的时候。 还有三个手指着你自己，作为附加千金，你不懂基本礼貌吗？第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七十一条规定，股权转让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股东之间可以转让全部或者部分股权，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，需经半数以上股东的同意。季总，你作为公司最大的老板兼股东，你有接到通知吗？没有。您看，季总根本没有收到通知，您根本不是我们公司股东，你没有权利开除我。好了。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，就请你离开，因为你的存在影响了我们公司员工办公。哼，还以为多厉害的 NPC 呢，这么快就败退了。擅长整那么一出人物出来，不甩500万在我脸上都对不起他的价值。你想500万，我给你。 刚刚林青妙为什么会出现？是不是你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，他才会阴魂不散啊？刚才那是徐甜甜，他顶着林青妙的脸啊！你现在还怀疑吗？不怀疑。 还脑补吗？不脑补。你确定？那要不验证一下？行了。季总，这我合同这儿。哎，你刚才那个舞步是怎么来着？这剧本。 剧本，刚刚这场跳舞怎么说？哦，我们是在评估剧本，刚刚是舞蹈这些，我跟季总真没什么。是，我刚刚没听见你们俩是男女朋友的事儿。那事儿那是帮季总个忙，他相亲对象，他应付。啊，东西给我。 季总，下一页，签错了。你们俩继续啊，我下次一定敲门。我为了避免他们误会，影响剧情，我们必须保持距离。还需要避免吗？你自己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说喜欢我整整10年。 我那是迫不得已，为了阻止你阻止男二挖墙脚。你现在怕什么？你敢，反正保持距离。我总不能说被人当面磕 CP 很尴尬吧？也不知道当初悉尼看着我尴不尴尬。懂了。我要偷听。我可没偷听，是你自己内心活动太丰富了。
你至于吗？我们做这些当然不是让他们看到了，我是 CP 粉，就要在心里测试。我们平时如果真的去套路了，他们脑补上大戏，我们要真的碰到手了，他们肯定会说啊，不想走了，肯定是谈恋爱了。既然你说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不拉一下，岂不是很吃亏？你说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这位置不好，只闻其声不见牵手，糖少一半，拉入黑名单。我想跟这位美女单独聊两句，有什么话在这里直说就好。我又不会吃人，就跟她聊两句。你总要让我知道自己输在什么地方，对吧？没事的，你放心，就几句话。